各位 HTC Butterfly 粉丝专区的网友大家，现在要来为各位展示一款游戏。这款游戏呢，它是韩国所制作的，那有网络上的一些玩家把它翻译化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游戏的画面。它整个游戏呢，会很像是玩《真三国无双》的界面一样。你不用想太多，就去杀敌就对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就要砍敌人。而且这款最大的特点是金钱无限，还有技能无限。这点呢已经放在我们的粉丝专区里面了。喜欢玩这类的游戏的一个粉丝们，那大家一起去下载玩。OK， 那展示到这边。